砍价都不让砍了。这个的话，直接是王兵的肉已经发黑了。这不是打马砍的吧？你是一个大佬，你应该比我更懂的呀。不是打马砍的料子呀，有点偏打马砍那种感觉。这种料子你为什么要擦它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那边闲的没事做就擦了。肉质倒是发黑了，一打针下去，哦，感觉肉粗了一滴滴啊。不要喊价了嘛，下面变肿了，看到没有？你自己看。变肿了，变了，不会变肿。这个2000，1800嘛。这加200嘛，2000嘛。砍价都不让砍了。根本我没有喊价了，我其他地方的话。你等一下，你叫2000，我就砍200块钱，合情合理嘛。我也要个路费，100、1900。1800你发我也发。那行吧行吧。你好久没回来，这人变了呀。不是变，知道吧？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我还要叫了嘛。我都不叫了呀。你要30万，别人不打你啊。谁要打呀？肉还是粗了一点点，但是擦出来这一片呢，总还可以。倒冰的一个了，比冰棒还冰啊！中间有丝丝白棉，连累给它切掉。这个包要拿回去的，这个是。把钱包起来嘛。那个包不能丢的。这个要切垮了，你下次我就要砍价了啊。OK， 这个不贵的，我相信我的货。肉都没有。就只有上面薄薄的一层肉，就这一点点，大概这么厚，就一个挂件。哇，能看。